到我们这边的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对，你一来大家都好嗨哦，对，好渴望被骂，每次都欠骂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鸿门家宴主题是婆媳厨房嘛，你这样子看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之间这个婆媳的关系如何？今天找我来就对了，哎呦，因为我有开第三眼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呐，真的是哦，卖个爱拿啦，卖个爱，拜托。历史有记载，婆媳本来就会不和嘛。没错，你在告金嘛？你们有吵过架吗？都没有啊，假都在假，太假了，演剧人。而且我觉得演得很假。不要看他们都啊翘翘啊，为什么每一个都穿长裤？回去其实都有互相捏大腿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展现婆媳之间的那个真实的状态？要不然你为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那你要当媳妇吗？我要当媳妇吗？妈。我跟你讲吼，今仔日哦，我买一只鱼啊吼，吼足油的。你是嫁人，我等偌久啊？到今麦台语都袂晓讲。哈，妈，不是啦。你哪个外头哎？你知道自从你嫁到我家来，我家餐桌上都是什么味道吗？哈，什么味道？烧焦味。哈，妈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吃，不是太咸就是太甜，连你两股啊，哈，隔一天就是不甜也不咸，完全没有味道。我拢听你讲哦，天公伯啊，到底是我丁气郎中有什么代志？是不是我食物倒掉太多，所以才造成哦？我到今天赶紧带你们，我什么物件都无带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边婆婆掌声都比较大？对，对，要不妈妈冷静一点。我觉得可丽姐你不当歌手太可惜，气好，因为你刚刚完全没有换气，我有在练丹田。好厉害哦！好啦，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可丽姐的厉害。对，但是因为终究我们还是一个料理精神，我们没有要比赛骂人呐哈，冷静冷静，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。是是是，请问一下可丽姐，你对于吃这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四强赛，你的评分标准是什么？我一直很相信这世间所有的万物都是一种能量。所以我希望我在食物里面可以感受到是一个爱的能量的流动，可以感受到说我吃了你们的食物，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在家里是怎么样生活的。哦，所以说你哪是婆媳不和，我也吃得出来，好吗？那种苦涩，婆媳之间的苦涩，对，你吃啊，她讨厌婆婆，那个媳妇王八蛋，这个也吃得出来。太厉害！我们没有遇过这种嘉宾哈，对，大家比较绷紧一点，有点通灵的嘉宾，自己注意啊。好。